每年你伫活动期间上届长，范围上届宽，卡数最宽的台南市元旦跨年系列活动，即将于本拜六日10月7日轮番上阵。台南市长吴育德今仔12月7日公布第二批的卡数名单呢，呼吁大家嘞手刀下单车票旅馆来台南看偶像、食美食，并准星有备件呢，住宿每一暗呢，搁送一暗。超多的好康诶，等你来！台南市长吴育德表示，今天非常高兴能为大家来开箱我们元旦跨年活动的精彩的卡司。那因为我们有亲子的活动啊，昨天已经为大家开箱报告过了3场。那另外3场的这个演唱会规格的活动，我们也都陆陆续续为大家开箱，如同大家今天所看到的，包括金曲奖的这个得主，还有包括这个广播金钟、电视金钟，还有这个金鹰奖的得主，其实通通都有囊括在我们今年的这个跨年元旦活动里面，所以可以说是5金级哦，金曲、金钟、金钟，还有金鹰，还有这个金马嘛哈、所以说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南 ，CP 值最高，然后这个表演内容最精彩。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台南吃吃喝喝逛逛买买，保证物超所值。头奖是一户房子，二奖、三奖都是油电车哦。老师，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怎样的点灯活动，在哪里点灯？我们接下来在这个传统的在这个美术馆二馆这边哈，台湾文学馆这边也会有点灯的活动，在新移民志中心也会有点灯的活动，还有在文化中心也会有点灯的活动，陆陆续续有相当多。其实这个气氛，元旦跨年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了。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但是来了千万千万一定要先预定房间，要不然露宿街头，市长不保你不感冒。我们会希望说大家先订好房间。平常我们在中秋的时候，中秋连假是90%，国庆连假是95%。然后到了现在都已经超过这个数字，平日也有60%多，到70%，所以我想，我们还会努力再冲台南，毕竟是一个观光城市，而且我们节目内容又精彩，那这个 CP 值又很高，那传统的美食已经大家都很喜欢，传统的农特产品大家都很喜欢，可是现在要加上许多精彩的表演，还有许多精彩的宗教民俗活动，所以我想来台南，保证不让你空手而归。好，跟大家说明哦，就是我们前天所公布的哈，我们有3场的亲子活动呢，会先开跑哈。那首场呢，也就是在礼拜六哦，总爷银河古音剧团童趣总爷，在隔天也就是礼拜天12月5日亲子同乐会，地点呢则是在南纺购物中心旁的时代公园哦。那紧接着呢，我们在这个5日呢，我们看到哈，这个海波儿童剧团呢会带给大家非常欢乐的一个演出，在12月11日。蛟龙苹果乐园哦，在我们的嘉里蛟龙文化园区，由苹果剧团呢带来精彩表演哦。所以进入12月，我们周周有活动，这是3场的亲子演这个活动的部分哦。那继续接续下来，也就是我们的演唱会要来登场了。首先呢，12月19日原生草地音乐会，我们的活动地点也就是在新营的南平绿都心。当天呢，会有我们的金曲最佳乐团 Maska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一个表演哦。尤其这次相当难得的金曲的一个最佳乐团哦。那同时呢，还有我们的铁肺歌后戴爱玲，一样也是在12月19日。以及我们的金曲最佳组合乐团哈，我们的一个动力火车，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们期待他们的 power 精彩演唱的一个部分。这是我们12月19日原声草地音乐会，哇，我们有双组合的这个最佳的乐团，还有重唱的一个组合，还有我们的这一个实力派的一个歌手。继续呢，则是来到了元旦节，12月25日，我们活动地点呢，则是在永华市政中心的西侧广场。我们来看看当天演出的歌手。好，我们先公布的呢，也就是我们的金曲歌后徐佳。
嘉颖，很多的朋友们哦，都到我们市长脸书的粉丝团哦、粉丝页了、粉专哦，来这个留言哦，希望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的拉拉徐嘉颖。好，继续呢，则是来到我们12月31号的跨年演唱会的部分哦，地点一样在我们的永华市政中心西侧广场。当天看到了，也就是呢，我们刚刚出炉金马奖原创电影的哈、最佳主题曲，我们的这个艾怡良，他同时呢也是金曲歌后。继续看到李友廷，也是新生代的男歌手啊，同时呢歌唱实力哦也是相当的坚强，入围金曲奖。还有严艺格哥哥哦，实力派的女唱将，还有我们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也就是 White。好，继续看到呢我们的嘻哈女神 Karen Cici， 当天呢也会带来摇滚嘻哈的一个精彩演唱的一个部分哦。同时继续看到的哈、我们的活动当中哦最需要的也就是唱跳的一个团体，台湾最具实力哦唱跳的男团体偶像 BTOD。好，以上呢我们刚刚公布的呢也就是目前哦我们先来公布的一些的演出的部分的一些的一个名单哦，后续我们还会有名单呢陆续的来公布哦。那同时呢从我们已经公布的名单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有金曲双歌后哦徐佳莹还有艾怡良，另外呢我们还有金曲的双组合非常厉害的乐团重唱组合，我们有这个包括了动力火车，还有呢就是大家刚刚 Mazka 的一个部分哦。那同时呢还有的就是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我们现在台湾最流行的流行嘻哈的年轻摇滚风潮，我们有李友廷，还有严艺格，还有 White Karen Cici 已经BTOD 哦。那紧接着下来呢，今天我们的记者会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也就是呢会在我们的跨年演唱会当中呢来为我们担任演出的，也就是呢我们台湾哦现在非常具有实力，同时又会唱又会跳，热情的掌声。连钟太医有已经准备了，是不是啊？我们市长也准备了哈。稍后我们市长要来领军哦，这个钟汉议员，还有沈振东议员，还有我们的吕威议员哈，我们一样哈，一个四个男团，好不好？四位大男孩组成的男团哦，稍后来期待一下，好不好？但是我先来 Q 一下哈，我们的台湾最佳唱跳男团 BTOD， 热情掌声欢迎！哇 ，BTOD 呢代表了我们年轻的哈、街舞的浪潮。当中有一位团员 Kenny 哦，他可是我们下一届奥运哈、霹雳舞项目当中的储备选手哦。那今天呢，我们有四位哈、其他的团员要为大家呢先来热身暖身一下哦，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掌声欢迎好吗？谢谢。你的吻多么不干脆，我的眼流得多么痴情，答应过你了，不怪你，那是我的决定，决定不再勉强，你说爱着我，却爱着另一个他，闭上双眼，假装忘却承诺的永远。当泪落下，淹没了表面的傻，骗得了谁？闭上双眼，以为实现承诺的永远。那夜，曾经的诺言会飞。Thank you.
到的是哪一个？他代表着我们每一个。被发现了。OK， 好，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次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南哈，要来做这样子这次的登上跨年舞台。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们的记者会，大家知道他们昨天练舞练到多久吗？只是为了刚刚大家所看到练到三更半夜，他们四个男孩非常非常的认真，给他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哈。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次可以来参与我们台南的夜灯跨年系列活动的演出，心情如何？先谢谢那个台南市邀请我们做表演的嘉宾，就每一次的表演我们都是很认真的准备，所以才有到半夜这个说法。我们真的是练到晚上，然后为今天的表演做准备。没错。那希望这次的跨年可以为台南市注入更多年轻的力量，然后让更多人看到 BTOD， 更多人看到街舞，更多人看到台南市，让台南成为最样的跨年。谢谢大家。然后跟着希望可以跟台南一起迎接2024的巴黎奥运霹雳舞这个项目。谢谢。哇，非常期待哦。同时呢，刚刚大家看到他们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唱跳哈，不仅会唱，还非常的会跳，人长得又帅，同时呢又很会念书哦哈。我们的队长林宇，他是我们市长台大的学弟耶哈。学弟要不要来邀请市长来？我们这个学长啊，尬一下舞好不好？好，期待学长学弟来尬舞啊。张荣，
子贤、齐阳就淋到雨了。哦、没错没错，市长，那我要拔下来了。市长要上来尬舞。而且、哦、我特别，我刚刚听到哪位讲，你有参加超偶吗？是，超偶第七届。你完了，你抢到他，他跟你参加超偶，他输给你了。全家都输给你了。原来你把他干掉了，叫学姐，预算不能删哦，学弟来了，预算不能留我们这个位置，谢谢。对，因为要不然明年就没了嘛哈。台南卧虎藏龙的哈，对，你有市长的学长，还有学姐有练过，哥哥有念过。今天学长学弟哈要为大家共同带来一段嘛哈，这个韦哲折手舞，对不对？折手舞，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四个动作，相信市长应该很快就学会了。好，学弟带一下学长好不好？一开始会是双手往前，哎，往前，接下来我们的韦哲折手，折起来，折起来，哦，叫折手，对，折手舞，然后转一圈。转一圈上来之后比一个舞，对，折手舞的舞，所以我们就会是往前，好，对，然后折手绕圈舞，就这么简单。好，他都学会了吗？马上就学会了，现学现卖的。对，我们这边音乐直接来了，好不好？学长已经准备好了，准备了，然后五秒起走，五。再一次，哇，台下的朋友很厉害，太会了，折手舞，哎，我是不是可以马上来我们的学长还有学弟？哎，学长先不要跑好不好？刚刚最后一个 ending pose， 我们这个舞再一次比一下好不好？停留一下哈，让大家可以拍一个画面，同时哦，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哈，为什么要设计这个舞，好不好？刚刚我们记者会开始，我们就强调了我们的耶诞跨年的卡司，我们是五金级哈，所以我们有一个五，同时哈，我们的五金哈包括了有什么金曲奖，还有我们的金鹰奖、金马奖、广播金钟、电视金钟哈，同时呢还有什么五金之外哈，我们台南是五星城市，欢迎大家赶紧来台南参与我们的耶诞跨年，赶快抢高铁票，赶快抢房间，主要是五星级的，市长在五星，因为我们的同样的经费啊，办出这么精彩的节目，叫五星级，真的，对，五星级，果然最亮的跨年就在台南 ，CP 值超高的，对，好。刚刚我看我们台下的几位贵宾哦，大家也都很会呢，都会比了，所以接下来我是不是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了哈？我们刚刚那四位男团有要来尬一下 BTOB 吗？还是看了 BTOB 之后，哎，有点僵僵啊？好，来，我们男团对抗赛，我们的宇文艺员、沈振东艺员，还有我们李宗翰艺员，有我们的队长，队长是我们黄市长。四位帅哥，音乐来，音乐再一次，好不好？准备哦，五六七走，哦，再一次，对啊，有哦，还有两次 ，OK 哦，厉害哦，最后一次。男团哈，哎，我们是不是安排在哪一个桥段可以来上台演出，好不好？让我们大家呢可以来期待一下，不得了 ！BTOD， 看看我们在地，我们台南的这四位怎么样？可以吗？刚刚觉得非常被威胁，所以非常被威胁了。希望31号跨年可以有这个8人组。超厉害的，而且我们台南真的是卧虎藏龙哦，地灵人杰了。刚刚已经有看到你们，我们沈家凤议员哈，曾经哈，他也是非常会唱，不是曾经啊，曾经是你的对手了，对不对？超偶的对手哦，看看真的是超厉害的哈。好，同组的啦，同组的，他是年轻组，他是年，我是成人组，他是学生组。OK， 没有你其实不用这么解释，我们大家都会觉得你们是同一组的，好不好？同一组。好，所以紧接下来我们是相当的一个抢手哦。好，
看到我们的贵宾呢，大家都就位了，来麻烦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好吗？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